心灵的洗礼可以透过做环保，全球的志工呢都鼓励大家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。全球伸手 Give Me Five 的运动，在高雄地区一共有300位的大专院校青年志工就一同来响应。这些慈青慈少带着同学一起到环保站做环保，还邀请了自己的父母。所有少年双手做，主宰青年 Ready Go。充满朝气的口号迈进环保站，青少年们用行动来做环保。闷热的天气稍微一动就浑身汗，眼前这位陈志豪高工2年级已经是第二次来参加。环境有点不太好啊，对的啊，我想说如果来做环保可以让地球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。不是慈青也不是慈少，在家人影响下了解到例行环保对地球的帮助，主动参加全球伸手 Give Me Five 运动。而在一旁指导他的是他们的小队服。慈济的理念或什么，我们其实不是迷信，而是已经有很多就是像是我们环保爱地球，这些都是已经算是很有科学根据的一些事实现象，就很客观可以去表达，让他们了解真正的一些事实，而不是我们只是这样空谈而已的。来引领他们进来。对，中山大学3年级的谭远威大二才加入慈青社，被只要有正确的方向与意念，能把不可能化为可能的想法给感动。谭远威努力在校园中推动正念，年轻人动起来，相互串联，要让这力量更强大，生活环境也才能够更美好。大家新闻，朱荣、萧红树，高雄报道。